哎，青丘在哪儿呢？在那边。在。等会儿，给我动一下。不行。你怎么样了？伤重不重？我看看。大夫，他伤得严重吗？病人现在眼底出血，玻璃体待查，角膜破裂，需住院治疗。那他会不会失明啊？现在还不好说。润芝姐，欧阳老师的眼睛被打伤了。金燕西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因为你是金家少爷，你知道吗？欧阳老师因为参加学生游行，刚被学校开除了。怎么样，润芝、浩然，你们都来了。欧阳，怎么样了？情况还比较稳定，我已经比刚才好多了。那打伤你的人呢？他为什么不在这儿？没事儿。他向你赔礼道歉了吗？他大概是不好意思来吧。哦，那我先去交一下住院费。刚才那位男士您交过了。谁呀？燕西。润芝，以后别和这些人打交道，他们太偏激。你想想，中国的问题是几百年来老祖宗遗留下来的，靠几个学生就能解决吗？哼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以后再说。不过爸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你认识那个叫欧阳于坚的学生吗？认识。而且我们是好朋友，他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。请他到家里做做客，你看行不行啊？行是行，不过您的宝贝儿子老七，打球把人家眼睛给打伤了，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。什么？老七把他给打伤了？总理阁下，躺下，躺下，痛吗？已经不碍事了。怎么把您都惊动了？啊，我早就想过来看看你，别着急，好好养着，啊。谢谢总理的关心。家里人知道吗？青丘去找他母亲去了，本来是不想告诉他老人家的，却又怕他担心，所以，于坚，
事吧？青秋。玉京，你怎么把总理大人也惊动了？是我家小儿子不小心打上了的。什么？是您的儿子给打的？是啊，都是我教子无方，抱歉得很。玉京，你谢谢总理大人了吗？不用谢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弟弟不小心碰伤的。您看您还有什么需要？谢谢总理大人的亲自关照，你们请便吧。好，你好好养着。润之，嗯，我们回去。伯母，那我也先回去了。欧阳老师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妈，孩子，就是那个姑娘闯的祸。妈，您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啊？其实，他们并没有你想的中那么坏啊。孩子，你哪知道人世间的险恶？您放心吧，我很快就好起来。但是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这是你应该做的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没想伤他，只是那球。可事实呢？他住进医院里，你连看都不去看他，居然逃之夭夭。我已经把医药费送到医院去了。哼，你和青秋都要办喜事，你还出去瞎跑什么？我到学校的时候，看见欧阳和青秋那么亲热在说话，所以我就打球了。没想到，原来是两个情敌。什么情敌啊？青秋是我一个人的。可是，这样一来，你有可能把他彻底推到他那边去了，这你想过吗？不会的，青秋不会离开我的。秋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早就说过，有钱人家的公子不可靠。幸亏还没嫁过去。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你都得说句话呀。秋儿，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？来，乖，喝点稀饭。欧阳，是你。浩然，帮我倒杯水。请坐。坐。真漂亮，谢谢你。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很快就没事了。
对于这件事情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想，我们还会是朋友，对吗？青椒，青椒，青椒，青青，嗯，你听，青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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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错了。好了，咱们俩谁也不欠谁了。以后我请你不要再来找我麻烦。青秋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不需要。对于欧阳的事情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那结果呢？结果就是我不能没有你。燕西兄，祝贺你，我回来了。太好了，从苏州回来了。我走遍了整个江南，他老家的人我全都找到了，可就是没找到他。别找了，找不着的。
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来的。今天是七少爷大喜的日子，你应该陪伴着他才对呀。正好，你把这个纸条捎给七少爷，愿他和七少奶奶一生平安幸福。秀珠妹妹，你这不吃不喝的，眼看就瘦了一圈了，你让我这当嫂子的心里也不好受。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都怪我，我也没料到世界会闹到这种地步，原以为燕西少爷会回心转意的。你出去吧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怎么回事？我正开着会呢，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不，昨天秀珠妹妹收到燕西的婚帖，又哭又闹的，不吃也不喝，照这样下去，该怎么办呢？他京府也欺人太甚了。结婚就结婚吧，还送什么帖子？这不是存心气人吗？哭哭就知道哭，连这样一个男人你都拴不住，还有什么脸面哭？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些？关键是赶紧想个法子去如何挽回呀。不，我妹妹又不是嫁不出去，她金燕西娶那个寒门女子也未必是件好事，咱们走着瞧。从今天起，我白雄起绝不再对金泉低三下四。身体啊，知道，别想妈了，别想家。你看你，虽然出阁当上少奶奶了，可来家还是很方便啊，只当在上学一样，有什么舍不得的呢？对对对，新人出门不许哭的啊。收拾的差不多了吧？时候不早了，该走了。
赏金父入印。你先盖。是。这边也得盖。是。我们该回去了。新媳妇儿，爸妈，三鞠躬。好，行了行了。妈，让新娘子出来坐一坐吧，难不成她还害羞吗？害羞是不会害羞的，可她是个新人，对家里的一切又摸不着头脑，恐怕会招待不周啊。什么周不周的，只要出来坐一坐，说一说就是了。妈，千秋啊，外面许多来宾等着你招待呢，去见见他们吧。嗯，我这就去。我们这位新弟媳呀，跟大家真是投机，没过门的时候就跟她们姐妹三个特别谈得来，过了门之后，瞧这八妹又给人家当保护神。这天底下的事儿啊，是要讲缘分的，有了缘，就是再生疏的也会亲密起来的。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老七和新娘子自然是天生的一对儿，可是事先谁也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段姻缘呢。哎，要不咱把我七哥叫来，让他说说恋爱经过吧。我们这都是女宾，叫他过来干什么？我看倒是可以让少奶奶讲一下。本来呢，老七的婚姻就是自由恋爱的结果，跟别人婚姻就是不一样。我们不如让七少奶奶讲一讲，那是非常有趣儿的。反正咱们这儿都是女的，讲起来倒也无所谓。我们就让七少奶奶给我们讲一下她和老七的恋爱史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赞成，赞成。这事儿啊，一定要说的。真不好意思，我从来没有演讲过，实在是讲不出来，还请大家要原谅。哎，新娘子撒谎，我可听老七说过，新娘子最善于演讲了，在天安门开大会的时候还登过台呢。哪有的事儿啊？三嫂大概是听错了吧。七少奶奶要是不讲的话，就是瞧不起我们，我们太没面子了，还在这儿待着干什么？一芬啊，今天就听见你哇哇了。我啊也不偏心，说句公道话，结婚要报告恋爱经过，这也是有的，可通常都是新郎报告，没有听说过有新媳妇报告的。哎，这婆媳两个唱了一出双簧，谁让他们这么圆滑了，我可没法子了。瞧他那张嘴，说你呢。我们家老七啊，脸皮是最厚了，你们想要听啊，就让他说吧。新娘子呢，就免了，让他给大家鞠个躬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，鞠躬，鞠躬，鞠躬。总理，我敬你一杯。哦，恭贺贵府大喜，
少奶奶真是非同凡响。同喜同喜，来，请。啊，来干。拜见新娘子。真不好意思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，还请多原谅。我叫王佑春，贺孟雄。我叫刘宝善，是燕西的世交。说亲密点啊，我和他是兄弟。哎，听说咱们今天的新娘子文学非常的好，能写一手的好诗。我想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一定有绝妙的佳章定情，能不能给我们瞻仰瞻仰啊？我哪会做什么诗啊，还请诸位多多原谅。嘿，你看你看，自从我们一进这门，什么礼物纪念品都没有，反而给了我们两个原谅，这可嗨。哎，你可一定给我们一件礼物。礼物？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啊？只要说得出来的，我今天一定办得到。说吧。有了。少主，我为什么还不睡？闹了一天了，真有点累了。既然累了，就更应该睡了。难道想像过年守岁一样不睡觉吗？过年，过年有今晚这么有价值吗？闭上眼睛，闭上。来，因为你喜欢。那你会永远喜欢我吗？Thank you.
老爷，你看白熊起的心里会不会有疙瘩呀？不会吧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妥当，连个说法都没有。年轻人的事嘛，何况原先也没有什么婚约，算不上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。再说，燕西和白姑娘也不太合适，我也不很喜欢她。老爷，大少奶奶来了。那叫她进来吧。大少奶奶，请。爸爸妈妈，凤举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啊，佩芳，来坐下来。他一直是这个样子吗？有一段时间了。佩芳啊，这就是你太纵容他的后果了。或许，凤举是今天高兴跟朋友出去了呢。即使是高兴，像今天这样的日子，有什么出去胡混的道理啊？时间不早了，你先歇息，我有时间，我亲自教训凤举就是了。是，爸爸。佩芳，你是大嫂，青丘新来的，你多关照她。啊，这是自然的，您放心吧，妈妈。可我还是有点担心啊。你是想的太多，也过于复杂了。佩芳，你说玉芬会不会不高兴啊？啊，应该不会吧。不过您要说她高兴，那也太不近人情了。毕竟她和白家还是亲戚。到底是大嫂有自己的见识，凤举的事情我们知道了，你发现什么尽管处置好了。我还是要先禀告父母，这样才是道理嘛。好，好，我想凤举也不会太放肆的啊。那我先告辞了。这么说来，那我们的婚礼也算不上是什么婚礼了。你说到哪里去了？结婚都是一样的，你何必在意那种表面的形式？咱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好，你觉得很好吗？你倒是跟我说说，我能不能光明正大的去你们金公馆说一声我是你的太太？哟，你现在不已经是我的金太太了吗？是你太太。是你太太，怎么就不能见见公公婆婆，跟他们鞠躬敬茶，也好让老太爷当众夸奖夸奖呢？说什么齐大非偶啊，欺负我听不懂啊，无非就是说你们家门户大，根本就看不上我们这苦命人家。婚礼上讲的还不就是说给人听的？真要是做得出来呀，倒是让我去你们金公馆呀。倒是让我光明正大的去呀！哎呀，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啊？那你让我怎么说？我就这样说话，你是不是不喜欢？你不喜欢我就不说了，我偏要，我也要平等，我也要自由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要什么别的我都可以给你，就是什么自由平等啊，你不要勉强我，我也给不了你的啊。哼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你能给我什么呀？你说呢？都是你们带坏的。你在家里听听戏倒也没什么关系，可是有一件事儿我就不大赞成了。听说那个陈玉芳，你们把她当客带，让她上座，这也太平等了吧？你就不怕有失身份？这种人早几年就像妓女一样陪客陪酒的，在旁边伺候着也只不过当个异性看，何况是当客呢？谁把她当客？不过是坐在一块儿听书吧。这个人太不自重了，听说他在长衫里面还穿着女装呢。没有的事儿，没有的事儿，你别糟蹋人了啊。一点儿也不糟蹋，只不过你没看见吧。这话我可替他保证了，绝对没有。我跟他坐那么近，能看不见吗？我问你，你跟他有多近？椅子挨着椅子，就跟我跟你这么近，能看不清楚吗？别不正经了。哎，不对呀，你旁边不是有四五个唱大鼓书的吗？
怎么还有他的位子？胡说，哪有那么多？那有几个呀？顶多不过两个吧。你自然是顶多的吧？没有没有，我是弄得没办法了，才敷衍了一个。我早知道了，不就是李翠兰吗？别瞎扯了，人家叫月琴。名字没猜对，姓我总猜对了吧？我问你，你跟他有多久交情了？哪里谈得上交情，不过认识罢了。你可别瞎说，得罪了人。得了得了，懒着跟你说了，愿意怎么闹怎么闹吧。那就结婚了。对啊，这就叫结婚了。听你这口气，好像不是头一回结婚啊。但是我敢保证不是第二次。以前做梦老希望能和你像今天一样躺在这儿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你呀，就是好话，还专捡好听的说。我也觉得奇怪了，为什么每次跟你说话，都把心里话全告诉你了？你还说？其实，我想把一辈子的话都告诉你，但到现在，又不知道说什么了。那就留着一辈子慢慢说吧。不是。